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明。今天是万圣节特辑。那为什么这部影片没上字幕呢？是因为第一个，这是一部游戏影片；第二个呢，因为我懒；第三个是因为快没时间了。现在时间离万圣节当天只剩下几天了，所以赶快录一录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2016年以及2018年的万圣节小游戏。对，因为今年 Google。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出来，因为都要等到当天才知道嘛。我当天呢又有事情，所以只好今天先录啦。那我们来看看吧，先开始。所以我们首先玩的是2016年的哈，来，那个声音可以开大一点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是指向性，是不是也收不到声音啊？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来，我们那个开场动画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它就是照上面的图示这样画嘛，这样就获胜。所以这样值得。来来来来，试试看 ，Go Go Go！ 还有横的哦，直的哦，横的哦。直的，哎，横的，所以它同个，只要同时在画面上，应该就是可以一起消掉啦。我看起来是还蛮简单的。哇，这个比较多了就有点难了。哎呦呦呦呦，哎，好像全部消掉 ，OK。哇塞！再来什么啊？终极大魔王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臭学霸吗？啊娘喂哦！逼退了，逼退了！啊可恶，被扣分了！你们那个爱心是怎样？爱心用不了啊！哎，没关系，管他的。Congrats， 再来！还有闪电型的，蛮特别的哦。哇，闪电会打雷啊！哇，啊，你要这爱心要怎么画嘞？哎呦哎呦哎呦哦哦哦！爱心全消啊！哇，这厉害哎，他是真的很厉害了哦！有有有。哦，还好，差点就被搞到了。哎呦，大锅炉哦！哇，这厉害，这厉害，哇，这恐怖了哦！来，继续。很好，死了，挂了。我还放大了哎、欸，好，这个镜头要换了哦。竟然还给它放大嘞，不错。Ready set go， 哦是 draw， 好。哇塞！哇，现在连不是魔王都那么难了，哇！哇哩嘞嘞！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哦哦，所以闪电是，那我应该要先用闪电啊，就可以顺便全部这样。哎呦哎哎哎哎，不要走那么快啊！哇哎哎，没有这样的啦！那应该先用闪电啊！哦哦哦哦哦！有闪电全死了哦，还好还好还好！哦，哎，我回复，我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烂灰尘啊？这灰尘命还比较少，只是他跑得很快，就是，哎呦，吓死人了！啊，可恶 ！Q 喵！哎，他。
还那么多次，哎、欸！好、啊，终于死了，终于死了！哦，哇塞，这关还真难呐、啊！来来来，下一关，下一关，这也算有段年纪的了，对大家。大家可能对2018年的比较熟悉，之前那个纯纯有实况玩过。那他顺便帮大家回味一下。哇哇哇！不行了，这太难，哎、可恶！那我挂了。哇哩嘞嘞，挂了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要继续玩了哈。OK， 好。来，我们来玩玩看2018年的，好了。来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OK。啊，这个熟悉的配乐了。有中间动画就直接跳过了。有 ，Waiting for players 啊。对了，现在还有人在玩，我也是觉得蛮稀奇的啦。那等等看，会不会说不定真的有嘞？啊呦呦呦！啊，我是哪一队的？啊，我紫队的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是这个。害羞鬼啊！来，完了，用那个方向键来控制。Go！ 说实在，我觉得用笔电的确是比较不太习惯呢。哦哟哟哟！有啦 ，bonus bonus， 来进去就回去回去回去！有有有有有有有！有 homie 有 homie 有 homie 不错。跟他拿走一些，来回去回去，有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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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哎哎、欸欸，绿队怎么突然变那么多？哑巴死了，来这些全部来抢你的，我抢你的，回来啊！可恶，夜市我是蛮好奇，反正不是本来就晚上，其实是有什么差别吗？哎、欸，我是不知道什么差别了，来抢啊！可恶，被抢走了。休战节快回去啊！哑巴哑巴，这局完这局输定了哦！抢走，他们给他抢走啊！21哇，24哎、欸！哇塞，搞那么久就是加三个，太夸张了哦！哦。欸，这个香菜太悬殊，我们179他们402嘞，哇塞，这个不行的嘞，这大概完蛋了，可恶，把它全部抢走了，合理亚普啊，哎呦呦呦呦，有车赢回来了，赶快，加油啊，还有机会有机会啊，可能剩十秒了，没机会啦，回去啊。加油！可恶！哎呀，可惜可惜，这局死了，这局死了。古力 no wins 啊！哎呀，没关系，我 MVP 好不好？全场 MVP 啊！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好像全部都是电脑啊，所以真正在跟我玩的只有一个人啊。哎呀，只有一个人，来再来一次。那我觉得这局大概还是一样的结果哈。就是只有一个人在那边玩，来等待。哎呦，好，等一下我相信可能到时候，哎呦，怎么一样的？来啦，开始。只是笔电的这个方向键很小，很扁，不太习惯了。走走走走走，抢走抢走，我抢你的。
可恶，全被抢了。没差，我去抢你的。臭绿色都是你害的。可恶！哎呦，加六，减五，加二。哦，我在搞，只剩我一个。我这一场，我这一场是那样待赛的啊。我这场真的是待赛的啊。耶、yeah, ！我是待赛的。哇，你嘞在乱走乱跑嘞。有没有待赛的是我？赶快回去哦！有，差距减小了，赶快 ！Come on，Come on，bro，Come on！所以我就说这个 Night Vision 到底是有啥用啊？我很好奇啊。快寻找啊，寻找！为什么绿的能走啊？我们紫的不行。骑士啊！可恶，不能被绿的给堵到。赶快去！有怎么差距又大了？哎呦，这样不行啊！有，回去尽快！哎呦呦，可恶，还差！哎呀，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没时间啦，赶快叫你回去啊！哎，又输了。然后我怎么觉得紫色狼每次都是输的那个、啊？哎呦呦呦，不错不错，这一次我又不是 MVP 了啊，至少这一次有两个人是陪我玩的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个赞、订阅以及开旁边小铃铛。原则版放出去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